同学、老师、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我正儿八经说一下的话，今天晚上呢，将会由我来给大家直击，就是国家上面首场在北京这个什么地方，首场飞行见面会的后台现场。大家请看，这个臭不要脸的女人。又拆我台。那亚米今天刚才其实换了两套造型，每一套造型他都很喜欢，然后呢每一套就疯狂的拍照，然后拍完之后他还带着我拍照，真的是这个人真讨厌。亚米刚才你知道他做什么？然后我在你要说在哎呀今天这个真好看。然后我说亚米你醒一醒，这个是美颜相机啊。然后你觉得我回到了16岁的样子。这里有一个采访，一个后台的采访。OK。你要采访什么？请问就是家庭是就是然后喜欢的类型，然后血型。我今年其实已经18岁了，可是今天老师给我画的牌，你认真跟我讲好不好？我主持人坐下来吗？所以我们今天在。我今年已经18了，就是可能有点年纪有点大，但是男人今天哎，你能不能认真点我的？就是今年已经满18了，是呢，但是老师给我化的这个妆非常的简朴，让我看起来像16岁一样，我感觉我好久没有找到这种16岁初恋的感觉。我要你过来画画，因为你是不是给你孩子画了一下？我今天就是，今天我们不是有个环节吗？跟公司交换礼物嘛。然后呢，我没有东西送，因为我很多东西都是别人送给我的，所以我就是说自己画了一张画。然后我非常想让他给我画画，然后能不能加入你的粉丝？我就说，我的粉丝都要眼睛大的。在吃什么？我在吃。看似是沙拉，但实际上只有一片看着健康，然后其他全是。你吃出了一种什么感觉呢？你吃出了一种就是四川人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是麻将桌，然后我这边是电视机，然后就是这边看电视，然后一边吃晚饭的感觉。彩虹，干嘛？你是不是没有话对我讲？对，我刚刚都讲完了，我觉得就不用拍我了。我要保持我的神秘。那好，我就拍你的手，拍你的嘴巴。然后我这里配一个美食片的那种。对。表示是你们这样，他们都以为我们很会吃，其实真的每次就是到吃饭的时间了才吃，每次到吃饭的时间才拍，然后他们都以为我很会吃，其实我真的吃的很少，然后每次都是不我不吃你们吃吧，然后来了之后来上，这是大型姐妹撕扯头发现场。你今天不收拾，搞得我头发都丢进去了。哎呀，那你谁让你们头发今天这个搞得好好吃？不仅第二天你要上热搜了，就附近假发实锤。我跟你说，附近有这么多。你去搞一碗饭，就是因为哪有讲那个饭？但是他们那个我连发根都那个饭。给大家一点想象的空间，或者是到时候有没有后期老师把那个腹肌踢成那个光头？但今天要去采访啊，不对，有个备采，拜拜。一个最撩人的表情啊，不行不撩。那再来一个，给你一次机会。一二三，好，电眼逼人，章子宁。你觉得我头发对称了吗？哎呀，吉娜真好看。哎，吉娜的鼻子下面有颗痣，哎，你才知道。